对于美国海军来说 ,X-47B 项目意义非同寻常。美国海军部长雷·马伯斯认为，通过在航母上开发并且融入无人机技术，航母未来将会继续保持其在海军当中的地位。同时，也有军事专家表示 ,X-47B 的正式上舰将很有可能颠覆目前的海空作战模式。与目前的舰载机相比 ,X-47B 优势明显。它最大航程在3000公里以上，一旦实现空中加油，航程还将大幅提升，大大超过 F-35 等战机的航程。如果美军其他舰载机对沿海地带发起攻击，航母会面临着中程反舰弹道导弹的威胁。而凭借 X-47B 极大的作战半径，航母就可以躲在反舰导弹射程之外的海域，肆无忌惮地对敌方实施轰炸。It's a big deal, and when it works, eventually, this is the testing phase, it will give the Navy and the U.S. A new range of power to protect ships and to attack opponents. X-47B 的诞生仅仅是美军迈向新型海空作战模式的第一步。按照后续计划，美军预计会基于对 X-47B 的了解，制造舰载无人战机，最终将无人战机融入未来的航母作战体系中去。促使航母舰载机编队的作战样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知道目前航母都使用有人驾驶的多用途战斗机进行对目标区域的威慑，但人是有极限的，这些作战飞机飞行的时间呢都比较有限，它的威慑能力呢也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如果换成了无人机，首先它的航时有很大的增加，其次呢它呢广泛采用了隐形技术，因此它的这个被雷达发现的几率也更低，再加上呢无人机呢因为不会考虑到人的承受能力，所以呢它可以设计的过载很大，使整个无人机的机动性能更好，这些无疑是对它未来的目标区域有更大的震慑。此外 ,X-47B 无人机作为舰载无人机，随着航母在世界范围内航行，也就意味着美军今后可在全世界部署无人机，而无需其他国家提供陆上基地。